首先敬礼三尊祖师，敬礼两名和尚，敬礼三家正公上师，敬礼十六字大宝法三宝法，敬礼独根大礼上师。我们敬宝华同修会禅神诸尊，敬礼同修的本尊莲花童子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仁，还有网络上的同仁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这个地名叫做麒麟地，也是第一次来到宝华同修会。很高兴这个能够见到这个宝华同修会所有的同仁。所有的同门，另外最贵宾，这个谢谢他们三句火咖啡，好。那我们向这个宝华同修会的同门在这里，请站起来，好。宝华的，宝华的。我先讲这个我跟宝华同修会的关系。我们呢，我的家庭跟宝华同修会差一点就做邻居，差一点做邻居哦。这个人家没有想到的，当初呢，姚春清说我到美洲来，要我到美洲，但是大家知道，你要移民到美国比较不容易。要移民到中南美洲稍微容易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我办的移民的身份，我是办在库斯蒂加，就是打边疆。那我跟师母、跟佛妻、跟佛妻，带着两四个人，带着两个小孩子，我们没有行李过来，
每人只是用一个像这个桌子这样子的布啊，包着我们的衣服跟日用品，一个人一包包袱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跟师母跟佛亲佛妻四个人，带着每一个人四个包袱，就这样子要移民到美洲，是要到哥斯达黎加。然后要到哥斯达黎加呢，要经过美国，过境美国，然后再到哥斯达黎加。那我办的所有的文件都是西班牙文，西班牙文文件都是西班牙文。那准备移民到哥斯达黎加，哥斯达黎加是不是？哥斯达黎加是巴黎加。哥斯达黎加。哥斯达黎加。哥斯达黎加。好啦，就从台湾起飞啊，飞到美国了。那我们要过境，经过了移民格雷西，我们刚过境移民，经过移民格雷西，这移民格雷西就给我们进来，然后经过了 customer 也让我进入到美国，哎，我就站在美国的土地上。他说我这个机票是到哥斯达黎加的。好，那么居然进到美国，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联络上是他们说，哎，他已经到美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进哥斯达黎加？所以我就留在美国。我如果到了哥斯达黎加，我就住在哥斯达黎加，那么距离这个宝华同学会很近。那我们这个故事，那故事邻居是什么？所以我留在美国就不走了。然后在美国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移民法没有现在那么严。我在美国就申请了工作，就是 Joe's Fine Furniture General Manager， 啊 ，Joe's Fine Furniture， 啊 ，General Manager， 也就是说，这个。制造工厂，那个furniture的工厂，就是家具工厂的一个总经理，申请到了这个职位的时候，跟美国给你的身份就是叫 L1，那小孩子啦，这个就是 L1，你只要住满了差不多5年。你就是可以申请啊美国的居留green card，哪怕green card这个应该2年就可以拿到green card那时候，然后再5年呢，你就可以申请公民。我7年以后在美国就拿到了这个citizen，这个 United States American citizen。就是在7年的之间就拿到了美国公民。如果我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移民局那里我没有进过移民局，直接转机到哥斯达黎加，好，哥斯达黎加，那么我跟宝华同学会就最近，我们就是邻居啦。所以有这个因缘，我讲就
听到法华门就会距离哥斯达黎加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心理上感觉到好像回到家一样。最好的，你看我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这里，那么刚刚来的时候，这是我们飞机队，我的飞机队，那有一个这个宝华同学为了同门给我一个笑话。啊，讲给大家听。他说有一个人在巴拿马坐飞机，那这个时间拖得很长，一直在延迟，啊，延迟又延迟。啊，这个笑话是这样子，这个旅客呢，他就问。这个航空公司，这个请问这个空中小姐，啊，为什么飞机这个延迟呢？延迟这么久？哎，空中小姐讲说，你是第一次坐我们巴拿马本公司航空公司的飞机吧？我是啊，我师尊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坐。啊、哦，空中小姐就讲，我们本航空公司的外号就是延迟、延迟又延迟。我们的航空公司就叫做延迟航空公司。啊，这是一个飞机上的笑话，飞机的笑话很多。这个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。我不是讲巴拿马航空公司。那有一个笑话是这样，这个飞机也是延迟。本来这个所有的乘客通通上了飞机，这个机长宣布这个飞机故障，请所有的乘客下去要修。要修，可能要修个不知道多久，不知道。那所有乘客全部都下来，下来了以后呢，突然间又宣布，五分钟以后又宣布说大家可以上飞机了。这个其中一个旅客他问空中小姐：“哇，你们工作效率好。”五分钟就把这个飞机的故障就修好。空中小姐说：“不是，其实是没有修的，只是叫一个敢飞的来飞。”其实叫一个敢飞的来飞啊，这飞机底下都有很多理由，知道。很多理由，他说这里这个天气不好，下大雨。当天有下大雨啊？昨天下大雨。哦，昨天下大雨，跟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昨天下大雨跟今天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说那边天气很不好，所以飞机不能起飞。这样子，我知道，我在那里就在想。这个机长呢，昨天晚上一定被老婆打，打到心里不爽了。他干脆说不飞了。我们一直逼他，他到最后他勉强才飞。我就想说，在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哈。总之这个没有办法。巴拿马延迟航空公司，那我们今天做的是莲花童子的修。
告诉大家，莲花童子这一尊啊，是被讲过的童子，你们也有一个记在那边，进来就看到莲花童子见真仙，金仙落花虚空左右旋。云外天音微妙天，就是微妙微妙天音，云外天音，尽说极乐圣诸天。莲花童子本身就是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来。这个偈啊，唐朝时候儿童的歌谣。一共有十条，十条这样子的歌谣，所以莲花童子本身等于是阿弥陀佛本身的化身，阿弥陀佛本身的化身。只要是莲花童子，他第一个，他就是诚实的。是一个很诚实的，才能够称为莲花童子。莲花童子不说假话，不讲假话，一定是真实的。所以真正的莲花童子，他就很老实的，很实在的，很诚实的。你们看师尊啊，你看坐在这里，诚实不诚实啊？这个就是有赤子之心，赤子之心，小孩子的天真无邪的那一种心，才叫做童子。童子也就是菩萨，就是大师，这是最真实的。我们不用找理由啊，找理由。这个密教里面最主要、最重要的，我们修行佛法最重要的是出离心，出离心很重要。出离心是没有理由的，要出离就出离。没有什么理由不出离的，所以不出离，像那个很简单的阿底峡尊者，他能够穿越时空，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大会，所有在座的都是出离的大阿罗汉，结果只有阿底峡尊者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，他能够有他的神力去见了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很远的地方就指着他，这个童子啊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家呢？这个童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家？他还在贪恋世间什么东西，他才不会出家。阿底峡尊者听了，非常的哀伤，非常的，我们佛语讲哀伤，是破音字，害羞，哀伤，哀伤才是正确的。好。不好意思，赶快到回到娑婆世界，赶快出家。啊，有这一段的记载在里面，在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记载在里面，出家没有什么理由的。
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证明，释迦牟尼佛最重视出离心，他是王子的，是王子，他一出来，他就是舍弃了这个王位，舍弃了所有的美色缤纷，舍弃了所有的金钱，舍弃了所有的名利，毅然决然去修行出家。那么有一个人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听了觉得很好笑。我要有49个我的出家众，他才要出家。为什么不讲？是你为什么要讲49个？为什么？谁跟你讲？出家没有理由的。你既然有出离心，你就要出家。所以有理由才要出家的，那不是真正的莲花宗，那绝对是假的莲花宗。莲花童子有赤子之心，是很天真的。啊，师尊这一章当中有一句话讲，师尊从来不会跟人家开口要钱。我今天当师尊啊，如果开口跟人家要钱，我下山徒弟，跟人家开口要钱的，就是假的莲花童子，不是真实的莲花童子。我们是赤子之心呐、啊，有多少钱你吃多少，有多少钱你做多少，给人家开口要钱。我请问考华同修会啊，他有没有跟你开口要钱？一个主席要多少钱？当初啊，他上来开工的时候，他说。你这里是你要做13800，13800，不是13800，13800是他说每个理事也要做这个主持人，每个理事要13800块，是每天对对。好，请坐。13800块也不错了，因为有38两个字了。这个不可以这样子的，不可以的。还有师尊来。有没有规定说每一个主体的要多少钱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随意的。你皈依也是随意，点光明灯也是随意，啊，做什么事情都是给人家随意的。啊，有人跟师尊讲，师尊你出版的书也给大家随意的。因为他是，那么书是有成本的，书是有成本的。我也是希望是说，按照外面的价格，啊、哦，外面书的价格，然后再减少一点，再减少一点，这是我本身所希望的。像那个我们那个《正佛波叶赞》，有没有？
中国货运站要当会员是免费的，那你的供养，你要供养中国货运站啊，那个电子书是随意的，没有规定价值，你进入里面参加会员是免费的，是免费的啊，是不是做事情就是有天真无邪的心，那么师尊在说法是很活泼的，是活的啊，不会像那个蒋经典一样什么莲花童子啊，他是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那讲的大家像今天呢、啊、这么热，这个没想到这个巴拿马每天都这么热，我是没有想到，好像哥斯达黎加也是这样子热。是不是这里去半个小时就很凉爽？很凉爽。对，那为什么这里这么热？这里比巴拿马还热。我在想，这里的人一定是热的地方，他们一定要睡午觉。那请问你们有睡午觉吗？有，天天睡。不管是长虹梅长师或者是这个爸爸同修会，他们一定有睡午觉，因为这地方好，会让人家很懒。那懒呢就不会精进，懒呢就不精进。莲花童子本身是很精进。你们将来要到了那个什么这个马哈双莲池，一定要很精进。至少你们每天都一定要修法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有一个一段时间身口意清净，再慢慢的在身口意清净。一直在增加，生口一清净，一直增加。告诉大家，这个就是环境，真实的环境。你们要求环境法灌顶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会给大家环境法灌顶，但是环境法灌顶，就是说你学习佛法。一定要精进，每天呢、啊、修一堂法，在修法的当中，以解所印就是身的清净，念咒就是口的清净，你观想就是意念的清净，天天这样子的清净。不要老是这个睡午觉，而且你们睡午觉的时间呢、啊、很长，不会短的。你们一般都是睡多久？两个小时。那你晚上还睡什么？睡觉不会胡思乱想，
学校也算精进啊，学校也是精进，但是不精进，不精进，算是精进，但是不精进。所以我觉得，巴拿马的不管是长荣雷藏寺啊，或者是法华同修会，他们都很难。一定是很难的，有人说那矮睡觉好了还要去佛堂干什么？我这这里的菩萨都是蛮干净的，最近有擦过吗？啊？有擦过，本来很多灰尘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没有灰尘，算你们有福气了。我说有灰尘的，一定是爬满了灰了。佛菩萨都很庄严呢，这边的佛菩萨都很庄严，很好。我看一下钥匙进这样子就不有灵气的哦。他们会在你们的梦中哦，会出现在你们梦中教导你们。这里的佛菩萨将来都会在梦中教导你们。你午觉睡3个小时。这3个小时让佛菩萨来教导你们，这样也就是精进。那你精进的话，你常常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念清净，你们就还净。这就是真实的还净法。你要教说，哎，什么是环境法？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念清净，就是环境法。另一个，我们莲花童子就是非常善良，非常善良，他是真正有慈悲心的。这个有慈悲心的、绝对不是假的。有人以假的慈悲心来欺骗所有的众生，就不好。真正的莲花童子一定是善良的，他不会讲假话，不会编故事，不会说哇，我今天来到法华同修会。哇，好多的土地公都来欢迎我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像我昨天晚上啊，这个睡在这个饭店里面，啊，师尊听到这个。我的门外，我的门的外面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战车开过了，一直开到我的门口就停下了。我住在33楼，好，33楼的18号，他就停在18号的门口。那个战车。我一直想说，到底我耳朵有没有听错？为什么居然战车可以开到这个 hotel 的这个33楼？不太可能，战车不可能进电梯啊！怎么可以开到33楼？真的是战车的声音啊！开到18号那里就停下来。
还有很多男男女女都在讲西班牙语。但是我以为我听觉错，听觉错了，我的耳朵听觉错了。还有爆炸的声音哦，好像炸弹掉下来，爆炸的声音，我以为我听觉错，我以为是说，是那个他们晚上在吸地毯，用的是地毯的那个，好像说那个吸地毯的那个。哦，就吸尘器在吸地毯的声音很大很响，结果同样听到的还有这个范师兄，他也听到，还有几个人听到，连传也听到，哦，丽丽法师也听到，我们都住33楼，33楼居然。有很多的男女，男的跟女的在讲这个西班牙语，战车的声音跟爆炸的声音，这个夜间有人敲门，敲这个莲英法师的门，半夜敲2次，很紧急的敲门，他出来打开门，没有人。你用很快的速度去打开门，几秒钟的声音去打开门，没看到的。来欢迎我的，不是这些土地公，而是所有的幽灵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住在那个饭店里面，33楼。今天早上我同修，我不是同修了，一个人修，我一个人在修法哦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人在修法哦。阿妈喂，上花也在讲，橱窗也在讲，前面的玻璃窗也在讲，我后面的这个装饰品也在讲。说奇怪了，你们想干什么呢？那我知道，我就多念几遍往生咒吧。我修完了法，再多念几遍往生咒。我没有这个什么神神佛啊，土地公啊，神啊。这些来迎接我，来迎接我的是所有的在巴拿马的幽灵，真的。所以他们考察一下那个啊，几个巴拿马的那个战士啊，连夜考察一下，说那里的时候。曾经被美军轰炸过，跟战车啊，有这回事。在巴拿马一带的地方，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是89年的事吧？1989年的事。所以莲花童子是真实的，是讲实话的啊，他不会啊不会讲骗人的话啊，讲骗人的话。其实我可以这样子，我请这里的土地公啊。
我真的看到很多都是地沟了，这是真的。土地神会讲国语的土地公，华语的土地公有两位，其他的都不会讲华语，都讲西班牙语。他们讲说，师尊、吴师尊所讲的，啊，这个淳朴。他说：“这里的人也很淳朴，这个讲华语的土地公讲，他们做事情，他土地公跟我讲，这里的人很淳朴，他们做事情也蛮实在，也很实在，有就讲有，没有就讲没有，是很实在。他是这样子讲，跟我这样子讲。”所以呢，我们莲花佛祖要学习莲花佛祖，第一个要淳朴，第二个要实在，要天真，要活泼，然后要善良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莲花佛祖。那有看到就有讲，有看到。没有看到就讲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是真实。那你如果讲说哦没有看到讲有，或者怎么样，那都是不对的，哦。那么我刚刚提到的出离心，跟大家讲一下，释迦牟尼佛最重视出离心。因为他是以出离心刚刚开始，他要学习佛法，决定马上把自己的头发给理掉。他一出城，马上自己把自己的头发全部理光，要做一个修行人。他要了生脱死，不会留着头发。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很重视出离，佛陀也是很重视出离，好吧？佛陀不可能以自己本身的戒力来犯戒力，以自己的戒力来犯戒力。佛释迦牟尼佛的戒力里面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守着戒力。戒律非常重要，在佛教来讲，戒律本身就是一个基础，一个基础，一开始就是要守戒律。释迦牟尼佛不可能牵一个女生的手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他要守戒律。所以这个叉叉讲说释迦牟尼佛牵他的手，这个就是一下子马上就跑了。我可以直接问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这里有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牵过叉叉的手，还我清白。绝对没有的，没有的，他可以讲有，这个就是错误的。
不是真实的吗？很简单跟大家讲，真实的莲花种子在金钱上，不管是怎么来怎么去，都是清清楚楚。真正的莲花种子也不会贪财，你们宝华同修会以前有没有供养师尊的？有转交他的吗？转交他供养师尊的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签名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全部他吃掉了，你们供养师尊的钱，师尊没有拿到，全部他吃掉了。如果你们有供养师尊的，师尊绝对会签名还给你们，有没有？刚开始的时候有，刚开始的时候没有。他说他给他钱给那个，但是他没有钱，师尊没有拿钱，他交给他拿，他没有拿钱，师尊没有拿。哦，我收到钱，我一定会签名。没有签名的，表示我没有收到。好，请坐。像这种情形，在马来西亚也发生，在印尼也发生，在中国大陆也发生，在他们本身旧金山的地方也发生。旧金山的同门，每次过年都会给师尊写个新年快乐卡。或者师尊生日，他会给生日卡，每一个同门都有签名。另外呢，还有附上供养的表，啊，某一个同门供养多少钱，某一个同门供养多少钱，某一个同门供养多少钱，这是要给师尊的，请叉叉带到西雅图去给我。我有同样问旧金山的同门，你们有收到我的签名吗？他说没有。啊，师尊有看到我们给你生日卡或者是贺年卡吗？我连贺年卡、生日卡都没有收到。然后这个他们供养的表，我也一样没有签名，因为全部都是他贪掉的。莲花童子不会贪财。不会贪这种不义之财。所以真正的莲花童子是不会贪的。很多同门转供养，这个像马来西亚一个医生，每一次他去弘法，他都有一包转供养师尊的。有一次他供餐，我们一起吃饭，而师尊，我是某某医生，那我给你们供养，每一次我都有给你供养，你供养收到了吗？我说没有啊，你是哪个医生啊？他跟我讲一个医生的名字，我连听过都没有听过。而且他那个医生每次供养，他都会写一个纸条给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一定会记得住，因为他供养。我不是讲多少的问题，连他供养都是比较大孙子，不是我大孙子的我才记得他的名字。哦，不能这样子讲的。但是至少他每一次都有供养啊，甚至每个月都有供养，他都寄给他，不然就亲自他转交的啊，全部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莲花童子。所以大家知道啊，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是真实的莲花童子。
什么是真正的环境吧，这样了解吗？几点？3:30。我们是几点的单机？6:00。那底下还有什么事吗？关顶，这个人老实不老实，实在不实在，这个真不真，这很快就可以看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从2000年开始，两千年开始，到2018年，今年是2018，这18年当中，他从来没有供养过。从来就没有供养过，18年。啊，直到他想要自己独立了，啊，直到他想自己独立，那一次他有来，就随便凑凑拿一个红包给你。他因为他要独立嘛，我想把红包特别给他，也浪费这些钱。所以就把他这个他独立的红包我也收了，但是其实红包里面没有什么钱，红包里面没有什么，就只有这一次独立，他要求独立的时候，最后见他一次面的时候，那一次他就有给红包，我觉得是18年来。通通都没有供养。人家那个真三年啊，他也是上师啊，每年给我一次100块钱啊，每年给我一次100块钱，还是有供养，对不对？还是有。所以在这个讲起来，很多事情是这样子。这个师尊虽然老，年纪大，师尊他已经74，今年是74岁。属鸡的今年是几岁？74啊，没有错吧？华人74，属鸡的今年是74岁，华人是74岁，你们怎么算的？算足岁七十三。这个我们师尊不能说师尊年纪大74，就倚老卖老，不可以，还是一样要守着你是一个真实的佛教的教徒，你也不能够倚老卖老，你也要怎么样子呢？不见念往事，过去的事不算。我想将来呢，我也对他的事情呢，我也会算。希望他不再养鬼，他不再养鬼，不再供鬼。
其实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到正途中。这样子的弟子你还要吗？但是呢，我还考虑到他本身的内心里面的佛性，因为众生都有佛性，其实自他是平等的，只要他能够忏悔，真实的忏悔，他的说法开示也是非常好的。他有这样子的才能，很可惜，他这个很可惜，他用错了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否则他也是很会讲话，很会讲话，很会说谎。这个我们也不能够说老是讲叉叉不对，其实他也有对的地方，他也有做对的地方，不是完全错的。他只要真实忏悔，我们莲花童子两个字，宽容，还是容许他回到这出不了事，回到他回到这个中。那么我们也不怨天尤人，我们会怨说，哎，这个为什么老天会这样子安排？我们也不能怨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也不可以怨。所以我们生活中是真正的有慈悲心的一个宗派。也应该同情他，也应该同情他。啊，虽然他做了很多不对的事，但是他只要真实忏悔，再转回来，还是我们一样的，可以再度化。这个师尊有三宝。师尊也有三宝，第一个吃得下，第二个睡得着，第三个笑得开心。那我们每一个修行人也要一样，要吃得下，睡得着，还有要笑得开心。我想我们这个邻居都午觉都要三个小时，哇，非常幸福。我如果午觉也三个小时就好了。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直接去面对，没有退缩，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，由中国会去处理这个问题。第三个，处理完了你就要放下，都过去了，也不用再提起。像处理上司的问题，处理过了就过了，不用再提起。还有一个上司呢，那个芝加哥那个莲农上司的问题，中委会也要处理一下。莲农上司啊，他如果写了信过到了中委会，中委会问他一些这个他有没有切实的忏悔，还有完全已经改过过了，就让他恢复。户籍，恢复户籍，莲农上师也是要处理。哦，这中午会这个，然后也可以
联络他，啊，大家来商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，请他出来，好。啊，师尊的时候，我在年轻最年轻的时候跑100公尺，我跑11秒，100公尺跑11秒。年轻的时候我跑得很快，跑11秒。这个中年的时候啊，就叫做散步，中年就开始散步。那个像这种年纪啊，就叫慢步，慢步，走路就是慢步。但是真正的，我们在芝加哥、Chicago 转飞、转机的时候，我也是用跑的，我也用跑的，因为时间来不及了。从芝加哥转机啊，要从第一航向要到第五航向很远的，所以转机真的是很，以后不要在芝加哥转机。啊，请问大家，这个师尊现在有老态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是红子啊！哎，这个很开哎，太开了，太开了，一般来讲都弄不起来。太开了，可以啊。啊，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师尊的背力很够。你们这里有双杠吗？有双杠吗？双杠没有啊？没有，甩几下双杠给你们看。就是音乐没有才要甩几下。其实两个椅子哦摆在一起，两个椅子摆在一起，那个椅子上坐人的话，我可以甩几下给你们。不高吗？我的人也不高啊。中高低差也不能差。我是一阵子没做了，但是已经做了。我只会做了，太难了。啊？你是这个椅子不够稳，不能这样。但是你做人就稳了。找一个像两排线有不接触，找一个像三言的人来做就好了。不接触，会闻吗？不太会咬，我实在很想做哎。不过如果掉下来也不过是裂成两半而已，还是两半了。师尊的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，中年的时候也有感想，老年的时候也有回想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很有机智；中年的时候就有心智；我年纪大了就有明智。哎，明智就是光明的智慧，光明的智慧。好，希望大家呢也是一样的，
都有光明的智慧，所以光明。我们都是这个法华同修会，非常的真实，而且非常的淳朴啊！大家就是精进一点啊，你只要每天练习身口意清净，将来都可以到佛国净土。这里的佛菩萨也是很灵验的，很勇敢的。所有的诸尊，有这里有这个参他的这个所赠送的佛像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看得出来。它是经过我开光以后，所有不管大的佛像跟小的佛像，通通都清净了。那这里也不会受到干扰。刚刚已经都给你清净，而且都给你洁净，都给你清净跟洁净。将来这个法华同修会也会，照理说他也会预言这里有一张纸。将来这里就可以建立一张，那你们要盖的张是吧？师尊一看，看你们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只要发心啊，大家最重要的是发心。我们发心有三种，一个是国王发心，你已经很有成就了，你发心要救度众生，你可以盖一个这样的事情；一个是大家一起发心，把这个雷山寺盖起，这个就是同船共渡的这个舟子的发心，一个同船共渡的舟，那个舟子的发心，一个是牧羊人的发心，让大家都成佛，我们自己最后才成佛。就是牧羊人的发心，牧羊人，他羊走是走在前面，他在后面，在牧羊，这是三种发心。啊，师尊呢，三种发心都有发。这就是这个发心的方法。然后你们这里也应该要有这个华文功德会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成立。那么这里也可以做布施的，啊，布施的功德。每个法会有贡品的都赞助给他。对，这也是等于华文功德会嘛。这就是华文功德会在做的。还要去帮助别人，啊，自他平等，就是帮助别人，自己有也要帮助别人，像自己一样。
所以讲一句简单的话，其实共产主义啊，共产主义不是不好，共产主义在以前孙中山讲的三民主义，他曾经提到三民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。为什么是共产主义？自他平等，自他平等就是共产主义。我有钱，我帮助别人，让他跟我一样有钱。我有吃，他没有，我帮助他，让他也有得吃。这就是共产，这个就是共产。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不好，共产主义也是好。所以孙中山以前呢，他写的三民主义，然后三民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。事实上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读过这个三民主义，它里面有讲到所谓三民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。所以我们这个像这个做功德会帮助别人，自己也有功德啊，他人受也受到你的这个功德以后，他也会跟你一样，这样子下去，每一个人的人心地都很好，都很善良，都喜欢帮助人，都是善良的老百姓。我希望生活中的弟子每一个都是善良的老百姓。应该是讲起来，老一辈的读书比较少，对不对？老一辈的读书比较少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个堂或者是寺庙，都是老一辈的人盖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笑话，也不是笑话，是讲真实话。不管你拿到博士、硕士或者大学毕业的证书，只是一张收据，告诉你，只是一张收据，只证明学校已经收了钱，不代表你已经读了书。不管你是博士、硕士或者是学士，这些证书啊，只是一张收据，只证明学校收了钱，不代表你读了书。告诉大家啊，这里天气这么热，跟你讲一个笑话吧。躺在床上，就等于是红烧，再铺一张床垫，就等于是铁板烧。下了床以后呢，就变成清蒸了。出去一趟就是爆炒，去游了泳呢，就是水煮。回来的路上就是生煎，生煎的，进到家门就叫做回屋。好吗？你没听懂？